欢迎来到圆梦之星，你的专属开心乐园。镜头里的这两位到底谁先冲过了终点线呢？让我们跟着导播一起 go back 一下。哎，今天乐园可真是太热闹了呀！从选手们的着装可以看出来，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这样的天气，选手们是干劲十足啊！比赛开始，哎，怎么还有个光膀子呢？哎，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啊！第一项比赛是竞速，小红狐选手走位不错，有点打野的意思。红蛋也很给力呀、啊！哎呦，这奋力一抛，精准落地，没有水花 ，nice。现在我们把镜头给到大乱斗的赛场，哎呦，好痛！哎呀，又来！看来二哈选手有点招架不住，这狡猾的走位救了自己，画面有点不忍直视啊！好，比赛继续，地主遥遥领先。哎，小红狐被压住了。哎呀，幸运之神又眷顾了我们的二哈选手。最后决赛还剩下12名选手，通常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要出意外了。哎，这人居然从空中偷袭，直接给二哈干出了赛道。这个脸着地着实不轻松，二哈还能继续比赛吗？他来了，他来了，他竟然带着道具火箭背包回来了，飞行姿态非常的自豪。冲啊，终点就在面前。好，镜头给到关键时刻，这是深情的最后一抛了，到底谁能冲过终点线 ？Oh my god， 是他，果然是那个被锦鲤附身的他。让我们为本次比赛的冠军献出最热烈的尖叫声！不愧是我。好，这就是圆梦之星，期待更多星宝的加入。哎，别走开，这是什么情况？嘿嘿，更多玩法敬请期待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天美工作室群研发的正版合家欢派对游戏圆梦之星不删档上线欢乐派对的现场。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天天羊肉天，欢迎你们。哎呀，让人充满期待的这个天美工作室群最宠爱的小公主圆梦之星终于要和大家见面了啊！有很多期待已久的星宝啊，今天开始终于可以在我们的圆梦之星中尽情的玩耍了。在这里有超多的游戏模式、创意玩法以及社交场景等待大家去体验。在这场派对里，你可以尽情的和朋友们、家人们在我们的社交广场上进行合家欢的互动，也可以抱团合力竞速闯关，探索新奇世界，还可以在多种模式下惊艳全场。各位星宝们，请尽情的在这里社交、搞怪和表现吧。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专业的游戏解说新朋友，和我们一起来度过欢乐派对的时光。有请我们的黄人老师，欢迎黄人。Hello， 各位好。Hello， 各位好，我是 KPL 的官方主持人黄人，各位好。那今天也是我们圆梦之星的大日子，冉冉升起的日子，与我们共同见证这一欢乐时刻呢，还有很多的新朋友。那么他们呢，前不久刚好在我们的演唱会上见到了一片闪闪发光的灯海，而且他们七个人每一次出现啊，就是乘风破浪的团体，也不卖关子了，他们就是我们圆梦之星的初心代言人时代少年团。接下来掌声有请。哦哟哟哟哟哟到我们现场，谁呀？好，欢迎大家，先让我们的代言人和大家打个招呼，有请。大家好，我们是圆梦之星初心代言人时代少年团。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马佳琪，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丁成星，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宋亚轩，欢迎。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刘文，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张真源，欢迎。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严浩翔，欢迎。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贺俊霖，欢迎大家。哎，掌声鼓励。那么圆梦之星呢，作为我们天美工作室群啊集万千宠爱于身的小公主，今天呢也是和我们的初心代言人啊正式的和大家啊见面了。那这是一款合家欢的正版派对游戏，我们可以在和朋友们一起的休闲时刻呀，和家人团聚的时候，和同事团建的时候啊，都
很适合我们一起来玩。作为我们圆梦之星的初心代言人，我们每个人用一句话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这款游戏，好不好？我觉得这是一款可以快速拉近跟陌生人啊，或者是跟家人爸爸妈妈关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游戏。因为这个游戏是一个多人聚会的游戏，然后其实熟人一起玩就玩很开心，当然它也有很多可以跟陌生人很快拉近距离的关系的那种游戏模式。丁哥你觉得呢？我觉得就是一进入游戏就能在游戏大厅偶遇自己的老朋友，同时也能交到很多的新朋友，然后为比较宅不喜欢出门的各位提供了更多的社交可能性，然后能够交到更多志同道合的新朋友，就是皆大欢喜。是的，说得非常好。足不出户交朋友。小宋，我觉得这应该是喜欢热闹的朋友的梦想世界吧。它好像给我们构建了一个秘密基地，让我们可以在里面尽情的做梦，能够梦想到的它这里都有。是的，有很多的场景啊等待你们去解锁。小刘，发现圆梦之星有超级多的模式可以选择，无论你喜欢就是冒险还是桌游，无论你有个英雄梦还是想做平凡世界的小小英雄，在这里都能找到圆梦的模式。是的，适合各种风格不同的人去玩，对不对？小张呢？我小时候有特别多的梦想，有一个梦想呢就是成为神枪手。哦，对，然后也想成为一名滑雪健将。哎呀，张教练，但是差得远，只是有这个梦想，我居然在圆梦之星里体验到了。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有很多那种童年没有完成的梦想，都可以跟我一起来圆梦之星造梦。是的，发挥你们的竞技精神啊。我觉得圆梦之星最好的一点是什么？最好的一点是它给所有需要造梦的星宝提供了一个可以天马行空的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放下包袱和束缚，尽情的想象这些他想的东西。是的，在里面啊，尽情的想象。小贺，我觉得圆梦之星它的包容性特别强，就是你在这里面的时候，你可以非常尽情的玩耍搞怪，去做自己想做的任何的事情。我觉得它对一些社恐的人是有那么一些治愈性的，对，所以你可以在这里面感受到真实的自己。好，那今天来到我们这个圆梦之星不删档上线欢乐派对的现场啊，看到我们这个今天这个现场的装置和布置，你们觉得这是一款什么样的游戏？我觉得用几个词来形容一下的话，这个游戏其实很有想象力，想象力，想象力的游戏，全面均衡。治愈的游戏，对，只管开心就好。对，你不开心的玩一下，它瞬间快乐了，你就疯狂的，我想怎么玩怎么玩，我怎么开心怎么来就行了。对，你也不用去太在乎输赢啥的。对，是的，是的。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圆梦之星呢是天美工作室群研发的集社交、造梦、探险于一身的正版合家欢派对游戏，在这边有无限种可能性让大家去选择，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舞台上会依次解锁多种模式，然后我们亲身去体验啊。那我说一下规则啊，每一轮比拼结束之后呢，会按照排名集得我们的圆梦之星。那我们的模式呢分个人战和团队战，个人战的话呢，排名前三名就可以获得我们一颗圆梦之星。如果团队战啊，那某一队获胜的话，我们全员都会获得一颗圆梦之星。那每轮游戏之后呢，我们还会内部投选出一颗欢乐星，就是你玩的不好不要紧啊，制造欢乐也可以。最后呢，汇总一下我们这个成绩，然后解锁本次的终极任务。所以你们清楚规则了吗 ？OK， 好。在这个游戏正式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玩一个游戏啊，来检验一下你们的默契了。你比划，我来猜，可以，好不好？你比划，我想比划，我想。想比划，还有谁想呢？我也想比划，我比划。张哥想比划，张哥想比划吗？当然想比划。好，那我们三个比划。哇，这个很应景嘛，来，非常非常应景。好，请六位转回来，转过来。四个字 ，OK， 四个字，第一个字，圆梦之星。哇。这个就是默契，咱就是说有问题，不是有内幕的，是有内幕，这个亚轩今天不是，我怀疑是，不是能不能演一下呢？你能不能演一下现在？你太夸张好吧？演一下，能不能演一下现在？太厉害了，让你比一下好不好？我刚要比，圆啊，梦呢？这圆梦大家就能猜出来了，其实，其实圆梦就出来了，对吧？确实，对吧？对，只能说你们很有默契了。OK， 那你归队，第二位是马哥，第二位是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哇塞，这个是吧？张哥不许偷看哦，别动，来给大家看一看。OK， 正版合家欢派对游戏，
不对不对不对，不时代少年团。你先说几个字儿，时代少年团，时代少年团，五个字，天美工作室。我们还有个裙子啊，天美工作室裙。五个字啊，五个字啊，你不能说话，谁让你说话了？第一个字，圆。你别指，你比划。圆梦之心好。圆脑，脑子带脑子。睡觉，躺着真舒服。梦之心，五个字啊，梦啊，五个字梦。第二字啊，梦里啥都有。啊什么？你说说你为什么猜出来？不是，我们真的非常认真的在思考，真的梦里啥都有。虽然也透题了，但是比刚才的那一轮是不是好一些？对对对，我是不是有一点更精湛一点？对，更精湛一点。给大家看一下啊，来这个，时代少年团，四个字，圆梦之心，圆又是圆，蹲大变超人，反义字小，你不能说。大小随意是一个小啊，你不能说了，你不能说了。大小变大气，变小药水，变大药水，变大药水，大小药水，缩小药水。赔钱！太激动了，回答正确。赔钱真的，好，它里面的那个道具缩小药水，很棒，也说明我们的初心代言人对我们这个小公主圆梦之心这款游戏很了解，对不对？对啊，是。接下来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游戏。第一个模式是经典模式，七位初心代言人将与一位新宝组成两个四人队，与其他24人一起闯四关。每关结算后淘汰最后8人，最后一关结束，获胜的一队所有成员均可获得本轮颁发的一颗圆梦之心。为了大家的游戏体验，我们本轮加入一个新宝成员，可以和大家组成4v4的战队一起比赛。天哥要不要跟我们一起玩？我跟你们一起玩，因为我刚好差一个人啊。对对对，好了，可以吗？也可以。那你一定要加入，就是新宝了现在。你说什么？我说你一定要加入他们队啊。这样好了，我们请那个丁哥和马哥，你们两个做队长，然后我们大家就自由的看看谁愿意站到他们后面去啊。这还有不讨论了。我跟你说，选马哈奇真的会输的哦。怎么说？别看哪儿，真别看哪儿，不好玩了。我今天赌你，丁晨星。不，包不选马哥的，谁选马哥呀？包不选马哥，好吧？谁选马哥呀？包不选。这你们在怎么选啊？你们怎么在选？来，5秒。你闭上眼睛。你们怎么在选啊？五，你们怎么在选啊？还能这样玩吗？三，怎么在选？二，一。哇！其实我就在这儿了，还要支援你了，我们的支援。开玩笑，开个玩笑。那我来丁哥这边吧。开玩笑。刚好4v4，小贺为什么站到那边去？因为马哥强。马哥强。主要这游戏真玩不过。真的吗？你不是挺会打游戏的吗？因为我了解道具。刚才我们在下面偷偷玩的时候，他居然拿了第一。马哥拿了冠军。拿了第一。哇！没关系，一会儿我们现场拿出来溜一溜。我们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经典模式。来梦。哇，这样忘了。喂，兄弟们，喂，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圆梦吧。快走！快让我！我走了啊！好，来看小刘选择路径往右走，哎呀，但是一头直接扎进了水里，可惜的。路径不错，小宋选择了一条偏右的路径，目前处于第一位，还可以。哎呀，被这个障碍物挡了一下，问题不大。烈火焚空，金石为开。哇，这什么玩意儿？啊！我的火箭走了，兄弟们！快让我出去！剑仙之路非坦途！啊！谁把我变成雪人了？对不起，是我。你干嘛把我变成雪人？哦，我们是一队的啊！谁是第一？撞剑成功！啊叫什么呀？叫什么意思？此乃必然。今天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天天不要急，我晋级了。是的，你晋级了，因为哦，前后面被淘汰，两把第一了。假的，假的，别叫，别叫，别叫，都是假的，就是这么简单。包赢的，包赢的，真不想拿第一了。哇，二三四都是我们的。哎，我是跟张哥一队的，真不想拿第一了。对呀、啊，兄弟们冲啊！太简单了，冲！啊！别挤我，撞到了中间空中的障碍物。妈呀，这怎么搞队友啊？啊，那是你啊！小丁的位置不错啊。哇！来到地图的上半段。不是，你们在干嘛呀？你们在干嘛呀？走，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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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我们快走，我们快走。小宋，全场第三，所以这个路线选择比较悠闲。小刘这边就不容乐观，大家都挤在一起。小心球，哎呀，被撞了一下。小马这边还是比较机智，选择的这个位置可以。说话，说话，说话，说话。不是，我是第三名啊！怎么回事？后面的说话。我一把第一，一把第三，怎么了，亚雪？两把第二，不说了，发挥稳定，队伍名次第一。资本必然，无人能敌。我怎么才？我们台玩游戏太吵了。我第五呀。没事儿、就是，我还在吗？对，你还在，你还在。我靠，大家带着我上去。四个队伍达标。前一步。好的。我的关，我的关。哎，怎么开始了？你的关，你的关，你的关，真我的关，不是谁，不是谁卡我呀？真不开玩笑。不是。啊！表现什么？完了！哎呀，他们人呢？规避障碍物。人了！啊！别说话，别说话，怎么？你们人呢？这么吵啊！你们人在哪儿啊？可以，可以。说话。小严这波。坐下，坐下。一速速啊！别说我欺负人。OK OK， 真别叫好吧，这把最后一关，哎，生死局了，失误，刚刚是失误，刚有，我的关，我的关，打这咋玩啊？速度是我的生命，这咋玩？什么意思？打对面的人，打对面的人，打对面，打对面，啊，我知道了，把他们打下去，嘣，啊。我来打我呀！小宋瞄准属性很高、哦，没想到吧，丁哥，差点被你打下去了，下去。哥们儿有走位了吗？来看小刘拿到回旋镖，小心啊，不要被对方所炸到。所以这个时候你要不断的判断自己的走位是否有力。哎呀！姚翔怎么下去了？下去马嘉祺，马嘉祺，刘亚文，哎呀！不是，我把梁文打下去了，怎么跳下来了？还有谁叫？还有什么？哎。丁哥加油！丁哥还在呀、啊！丁哥，你自己差点掉下去，但是中间地形升起来，救了你一命。啊！丁哥在哪儿？加油！丁俊欣，加不了油。下去，下去！哎啊！下去！你、yeah ，上去！呜呜呜！还没赢，还没赢，不要着急，下去，下去，会翻盘，注意自己靠的位置。说话，说话，说话，我们是冠军。你
叫什么？你叫什么？你不是第一吗？我当了多少把第一啊！太不容易了，可以了，非常的好，非常的好，非常的好。运气局这把，来说说感受，各位。对面真一般吧。对，我们还没有发力，主要是。所以恭喜马哥队获胜，你们可以把那个我们的圆梦之星贴在自己的桌前。这个地图确实是变化很多，变化很多。对，想玩什么样的都有。怎么后面不竞速了呀？对，关键还要记得自己的队友是谁。对，我后面只记得马哥是我对面了。因为你看，你仔细看对面，如果是队友，上面那个对标是蓝色的。哦。如果是不是自己的队友，就对标是白色的。好，学到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选出一下这一轮的欢乐星。啊，你们觉得这一轮给大家带来最多欢乐的？我觉得最下饭的是欢乐星，写在那个你们的题板上。干嘛指我呀？你每一把都最后进来了，到最后我都没发现还有个天天。只能说很难不留意到，我只能说没有想到你进决赛了，努力了，天哥努力了，天哥努力了。尽力了，我真的尽力了，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合家欢游戏了。我觉得无论你是什么样的水平，一起玩就很开心，对吧？我觉得看你抱着怎样的态度去玩，你懂我意思吗？是的，我懂。就如果你要去抱着竞速的态度，你要凭你的手速和操作，确实是有点够呛，有点够呛。实话说，好，我们三二一，亮出题板。不是，怎么都是我呀？好奇啊！行，那我们下一轮再继续加薪 ，OK。那我们马上进入到我们下一个继续经典模式，但是是默契版的经典模式。接下来我们八个人要随机抽签，两两一组，分成四组。你们自己注意一下，千万尽可能的规避一下天哥。我有这么混？因为我觉得会成为比较大的累赘。我的选择权还是比较多的。我觉得我有可能抽中你哦。那别啊。好，来。哎呦，小张抽一个，你们先不要公布啊，先不要公布，一会儿一起亮。对，然后两两一组，我们要坐到同一把椅子上啊。同一把椅子。对，因为我们左手和右手要一起来配合。三二一，亮出手上的题板。我跟马哥一对。谁跟我一块啊？不是强强联手。yeah， 那各位初心大人准备好了哦。好、okay、圆梦派对开启。完蛋了，你只能说我和丁哥输不了。那闭着眼睛玩。我想知道你们怎么能赢啊。肯定是带了什么东西啊。水上漂啊，叫你这个机关很容易掉进水。等一下再来讲。我跟你是跳的那边很关键。跳，对不起，跳。哎，你这么雪球啊？多险！呀！刹车失灵。赵宋跟天天那组还在原地没有动。哎，好。Yeah， 小丁这组还可以。怎么玩你们？跳，好，不错。小刘是在第二。啊！哦 ！Oh my god！ 掉你水里了。看到了。哎，小马这边用滑翔翼。我们第二，很机智。第二，往前，好了。看我了。哎，第一。小马这组跟小张这组非常厉害。输不了，拿什么输呀？拿什么玩啊？已经两组到达了我们的终点，还没过关，怎么有人还没过关呀？右边，都在玩，连机跳，跳，站起来换一下，太奇怪了，本先自由对打，我也不太喜欢，无人能敌。哎呀，我们本来第一的，但是我感觉这么过关不太好。我们得给你们一点。对。啊！他怎么一死了那么后面呀？跳！再起来跳！跳！哎！哎呀！
太努力了，你们这你们不会直接被淘汰了吧？太辛苦了，真的。没有没有没有，跳啊！快跳，晋级！不是你们这躺赢啊？躺赢啊！你们是躺着赢啊？躺赢啊！认真了，认真了。没事，随意玩，这是我的地图。来喽！可以抄近路，可以抄近路。哪个近路？别撞 ，OK OK。这边。哎哎！哇，为什么我们这么……哇，我们怎么这么慢啊？规避，加快脚步了。哇哇哇！这快一点，这快一点。你这个加速就要吃，超过我。哎，走走下面。对不起。对吗？没关系，待会儿可以超进去。冲冲冲冲冲！没力了，这个没有没有没有，这跳不过去，跳得过去。取我尾气。哦哦。We are the champions。 这个劲道招的还可以，还可以。原来是这么玩的，这个游戏赢了，赢了，赢了啊！就这水平，第三名，就这水平，第三名，第三名，而且是他带了我的第三名。就这水平吗？就这水平吗？请问四名在叫什么呀？第一，我们第一，我们第一，队伍名次第一，咋的啦？我们是一队的。对啊，这我第四名过怎么了？第四名躺赢。天降大任，十六，十六进八，来了，十六进八，各位。哦，这个玩过木头人没有？你控制还是我控制的？他转头的时候不要动啊。这个没拿到，过来了，注意不要动，不要动。别动，别动，走走走。啊！快跑，快跑，快跑！别动，别动，别动。就捡这个，捡这个。哎，可以，那个对，加速，不要动。Nobody can。越危险越勇气。好，走。谁是 winner？ 哇！谁是？好。啊！都是吧？不，赢了。赢了！呜！那我们第二了。第二，虽败犹荣啊。天哪，就做胜利者的这个非常不习惯，跟你们说。我们有我们，你有点不搞我们心态了。他们搞你们心态啊？他们到不了终点了，我感觉。魔方太瞬移过去，我们去观战一下。魔方给快跑！还能到吗？你们？哦！怎么回事？怎么还能走啊？人呢？晋级了，晋级了，都晋级了，一样的，比你快，我比你快，比你快，我们有希望吗？必须有，必须有，这没法没有存在感啊！我们，我现在突然开始有自信了，我觉得，来，走吧，走吧，你要跳吗？对，就跳就行，你就注意躲激光就好了，激光在哪？尽量让我少躲一点激光就行，激光在哪？你看，就这个激光，对。跳的哦，想死了！对，不要掉下去，不要掉下去！怎么会这样？怎么回事？怎么突然就掉下去了？又掉下去！不是，谁把我们冻住了？耶！好好好！耶！对，因为你们把对手的那个队伍抬下去了。全场最佳马嘉祺。谁又不是冠军呢？谁又不是冠军呢？谁又不是冠军呢？谁不是冠军呢？谁又不是冠军呢？不是，这是团队的游戏。团队游戏。对呀、啊，我们要在意那个 MVP 吗？现在开始讲这种话了是吧？上价值了，上价值了。难道你得 MVP 的时候你不开心是吗？好，请我们的马哥和张哥把我们的圆梦之星贴到自己的桌子上，然后这一轮我们同样的要投选出来一位欢乐之星。然后写在你们的白板上，我们三秒钟之后一起亮题板哦。好，请亮题板。小宋两票，马哥两票，宋亚轩比较多，是不是？获得了一颗星，好样的，再贴一颗。玩最菜的也有啊。
你喜欢吗？为什么选宋亚轩啊？他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的操作。好，经过了这个经典模式的这个体验啊，相信大家对我们圆梦之星啊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大家发现呢，你看我们星宝脸上都是有不同的表情的。是的。现在我们进入到这个中场游戏，我们来创作一下啊。桌子上有7张我们的圆梦星卡，还有你油彩笔，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星卡上面创作一张独一无二的表情包，好不好？ OK。给你们啊30秒的时间。在这上面画吗？那你左边有一个，在那个星星。这个不听，你在干嘛？画画。在哪画呀？我画好了。快点，快点。对，表情包，别玩了。补一点小细节。你知道天天你现在特别像什么吗？啊，特别像班主任。我特别像班主任，我已经习惯了。好，20秒的时间，赶紧现场创作一下这个表情包。你觉得这个游戏玩起来真的体验？很足，什么样的地图都有，然后每一次好像我这次已经学会了终于，但下一次感觉又用不上了那个技能。其实道理都是标准，是你只要找到和判定就好了。最后5秒钟，5 4 3 2 1，请我们的时代少年团把这个独一无二的星宝表情包展示一下。哇，真的每个人都很不一样。哎，那个小贺，你这个画的是什么？我画了一个熊猫头上去，抽象派大师。哦，我这个表情很生动，嘴巴就是这种嘬着嘴，就是你能咋地，你能赢我吗？这种很挑衅的表情。你这是微妙派，因为真的很微妙。我们再看小宋呢，我的是灰太狼。灰太狼，灰太狼版，睫毛很长的灰太狼。哎，对啊，老师说我一定会回来的，是吧？是。小马的，我们看一下，就是一个厌世脸吗？就游戏输了的之后的样子，是吧？对，因为治愈嘛，被治愈了。OK， 丁哥，哎呦，丁哥画反了，他走了不同的路，我觉得也成立，合理，好吧？不是，我看了，我以为这是他的头，合理，他手，他脚，合理，你看，是吧？哦哦，好，看看小刘的，就是非常尴尬。小严呢？就尬笑，尬笑啊。那就从小严那边按顺序，我们每个人在现场复刻一下这个表情包，好不好？尬笑的小严，在思考的小刘。哦，哇，我居然赢了，以貌而不是尴尬的微笑 ，OK。好，小宋，我一定会回来的。小张，哦，你以为只有你会玩游戏哦？小贺，好的，谢谢大家的这个天马行空的创作啊，和我们这个游戏的各种关卡不同模式也是不谋而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武器大师模式，我们的7位代言人呢会和我们线上的星宝进入到5v5团战模式。那么在对局中呢，通过击败玩家获得积分，然后里面还有很多不同的道具，比方说步枪啊、机枪啊、弹枪等不同的武器啊，还有篮球枪，还有球棒。那有一个这样的规则哦，第一个使用球棒击败星宝的选手就会获得我们的胜利，好不好？一般是就是在你打到第13个人的时候，第14个人的时候，最后一击15个人就击败15个人就赢了。哦，最后一击要通过球棒来完成。你们想获得哪种工具啊？哪种工具？对，我要大炮，大炮，大炮，肯定是。对啊，对啊。为什么？机关枪也挺好的。对对对。小贺呢？我有手就行，有手就行。哦，好 好，别装，别装。好的，那就祝大家好运了啊！实际获得哪种还是要靠运气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圆梦吧。完蛋了！我怎么跟你要个一队啊？我怎么动？怎么动？怎么动？这个怎么打？出击！出击！啊！好，先拿步枪，右边。啊，冷酷机快，打得不错。啊！张真源击败了某一位。哎，注意自己的身位，注意自己的身位。张真源。哇呵，有准心，只要有准心。哇，我都没见到人，怎么？刘耀文，
怎么玩刘耀文？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个整体的位置的选择，因为身位特别重要。对，在打别人的同时，你要找好掩护，对吧？嗯。我打狙了，兄弟。其实我觉得发射器很难玩，因为它有个弹道飞过去的过程。一枪要开进，所以也很难。知道火箭炮怎么打死了吗？但是小马这个还可以啊，三杀，可以可以。来看，没想到还跟我们互动上了，是的，已经骄傲成这样了。还有4分30秒啊，注意一下时间。啊，说话。来，现在小宋是应该是来到了全场的第二位。看到那个零击败的感觉，看到了自己。哇！好看，小马是吧？哦，小马厉害哦！但是被腌黄瓜直接带走。哎呦！哦，腌黄瓜这个双杀还可以啊。是我们线上的一位新宝啊，应该是。马佳琪。马佳琪跟我一样的分。谁在用蓝？兄弟们和我一起。对，现在应该是小马和小贺是都是10个人头。是的，是的，很厉害。篮球场其实是比较难的。对。第一位一定要开进，所以特别考验你们的身位的选择。小宋这边不错哦。哎。这甩狙都打不出来的这个。哎呦！哇，谁在打我？刘耀文，不同枪的这个杀伤力。现在杨浩翔怎么回事啊？杨浩翔，蓝队这边已经很接近自己的胜利了。哇，这是来了，这个谁这么惨、啊、来了，球棒要来了，球棒局马上要来了。我13分，现在13-14。马佳琪快跑，这个涛是谁呀、啊？兄弟们帮我掩护啊，我决胜了。南球球是什么东西啊？还有谁？恭喜小贺15个人头是吧？我赢了。输了，差一个。我赢了。分享一下。分享一下。真的难打最后那一个。对，有点难，有点难。我有个疑问，应该是有人先已经到达了14。对对对。谁一直卡在那里？马哥。小贺刚拿到第15分的时候，然后我就14了。啊、哦，对，拿到那个球棒之后，我至少有2分钟一直在被打，特别是丁晨鑫的那个狙，烦死我了。看到他了，我就马上。我是被那个狙搞的心态了，我想甩狙甩不中。我也想甩狙，你知道吗？我感觉一开始用第三人视角用的非常不方便，后面发现它可以切换视角。切换成第一视角，对。是的，因为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这个人性化的选择，什么样的习惯都可以。对，你们三个把圆梦之星贴到你们的桌前、哦、啊。恭喜恭喜、哎、看来今天是零战绩了。啊，我说零战绩。今天小丁和小严要加油哦。我们现在来投出一下本轮的欢乐星吧，看看哪位给我们带来了最多欢乐，也请大家把这个名字写到你们的白板上。说实话我看的比较欢乐。你看看张哥、严浩翔是不是贺、谁写了我？严浩翔2票。哎呀，我也应该写我的。严浩翔 OK， 严浩翔，对，都是严浩翔，严浩翔5票，所以你可以贴一颗欢乐星到你的台板上。我
直接超越丁哥。马哥为什么选小燕？因为他在游戏里面表现非常的不错，非常的不错，就是打不到人，对，挺好。我自己说吧，太下饭了操作。为了鼓励你是吧？谢谢大家的鼓励。我觉得下一关可能会比较适合他。那接下来我们事不宜迟啊，马上解锁我们下一个游戏模式，就是我们的极限竞速。我们的极限竞速呢是个人战啊，七位成员呢加入到总计32人的游戏中进行滑雪竞速，各自为战，决出名次啊，前三名的才有我们的这个星星。平时谁运动天赋比较好？啊，我运动方面，我吧，全都是自己吗？差不多吧。小严，啊，我在投篮。谁的运动天赋比较好？什么运动？各种运动。我觉得我吧。哎，所有这真的是有默契。好，既然对自己都这么自信，那我们事不宜迟啊，赶紧进入到我们的游戏当中。好，各位初心代言人，请准备，圆梦派对开启，一起圆梦吧。可能会撞飞啊，对不对？你看啊、别撞我，丁晨曦，我没撞你啊！哇，小贺已经第七名哎！啊，不要撞雪球。好的，哎呦呦呦，又撞到一个，连续两个雪球了。哦，丁哥很快哎，丁哥现在第六名，第四名。哇，压力怪。怎么玩啊，兄弟们！这是小严，哎呦，撞到了！哦，小张也是个位数哦。太简，哎，怎么还有进道啊？我觉得踩到加速带真的非常重要。是，但是你踩到加速带那一瞬间不能撞到，不然的话你会停更久。我哪挤你啊？我冲第一了。小张没有挤，但是被吹离了那个加速带的位置。哦，怎么两边我卡了中间啊？怎么回事啊？稳居前三呀，现在是位置不错，但是前面有俩哥们遥遥领先，看不到了。还有机会，还有机会。我怎么掉下去了？现在是队内第一哈。怎么有进道啊？小马真的很会玩游戏，分享一下，你是整场的我们这个队伍里面的第一啊。其实我不太理解这个游戏只是保证不撞而已，有这么难吗？马哥就是运气好，不是我老忘记按那个，我就是开始线了才让马哥那么嚣张。我一直以为按一下就够了。不是这个太难，好嚣张啊！不是运气游戏吗？它很难吗？我说实话，这个难在哪儿？就是说你一直在撞吗？难道？难在你运气好，我老忘记一直按那个东西，加速的那个。你忘记按什么，小刘？加速的那个我老忘记啊，对，有个加速按钮，我以为按一下，结果发现我是越来越我不敢松那个加速按钮哎，我以为你有什么制胜的技巧，你跟我一样，制胜的技巧就是不要松加速按钮啊，那不然谁不是呢？没有，我发现小马他总能在就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挑到一条很好的道路。可能没有那么多障碍，也没有那么多人挤在那边，你是怎么做到的？运气好，运气好。是，主要是他那个一撞你一下子就对，因为别人撞你，你会减速。对，你只要不再跟别人一起那个挤在一起，其实可能会快一点。好，那这一轮我们因为是个人战啊，所以是我们队内排名前三的会获得一颗星。恭喜我们的马佳琪、丁程鑫还有贺俊霖获得一颗星。哇！好，各自我们取出星星贴在桌前。好的，哇！现在是马佳琪还有贺俊霖是三颗星了。啊，丁哥才第一颗星啊，小丁的第一颗星。没办法，
我猜到现在应该有观众会说最适合马嘉祺的游戏终于出现了。好，那现在我们让大家在这一轮也可以票选出我们本轮的欢乐星，写在我们的这个白板上。我是七，投我们。我是十一，那是他是八。我第九啊。我是十一，一共我所有排名。我多欢乐呀！孙源第几？孙源第几？第八。不可能。那我在将军后面。那估计是我最后了。五、四，谁最后啊？三、二、一。好，都选的是刘耀文。我投的自己。丁耀文三票，严浩翔有一票。先说说为什么选刘耀文吧。没有，我觉得耀文一开始是那个最嚣张的，但是他的名字竟然是最低的，我就想选他。是的，对。耀文现在话都少了，怎么了呢？不是啊，我也忘记了，我很懊恼，很懊恼。那个加速键怎么能一直按着呢？我每次我都只按一下，我说我怎么越来越慢？为什么选小丁啊？想给丁哥吉星。什么？给丁哥吉星啊？吉星是吧？看他刚贴上第一个，好贴心哦你。张正元为什么选严浩翔？很欢乐呀。好，刘耀文太下饭了，四票。那耀文再给自己加上一颗星。哦，所以现在耀文也是三颗喽。我三颗了。对，三颗了。我都给严浩翔。好的，我们来看一看目前大家获得圆梦之星的情况啊。小刘。还有小贺，还有我们小马，分别都是三颗，小宋还有小张是两颗，小丁和小严分别是一颗。好，再接再厉啊，继续加油。那接下来呢，来到我们的反应力测试，请大家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来喽！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大家的反应力，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圆梦之星的这个得星情况，首先我请马哥站到我的身边。Wow. 然后是小贺，然后是小刘，你们三个，因为你们分别呢都是三颗星，就这个游戏离我越近会有一些些好处啊。然后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小宋和小张，因为他们是两颗星啊，站到一起。然后最后呢是我们的小严和小丁，因为他们是一颗星。对，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排位了啊，我们站好。那这个游戏是这样的，名字叫做声母组词啊。哦，我会给你们啊几个啊若干个拼音的声母组合，如果说给出的这个词语啊它不合理，或者说超过五秒都没有反应出来，那就算输了。 OK 吗？好的。好，那输的那个呢就要立刻接受啊三连拍，可爱三连拍啊。那我们先试玩一轮好不好？好好，来，三秒的反应时间，三二一，开始。仰慕。对。哦。圆梦。哎呦，可以。我输了啊。对对对，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了哦，恢复我们一开始的站位啊。那一会儿呢我们就从谁输谁开始接下一个词啊。okay. 来，三二一，第一个词 BQ。 三二一，马嘉祺。五，背弃。可以，背弃。背弃。来，第二位。抱歉。抱歉，可以，可以。霸气。霸气，可以。霸权。霸权，可以。张新仁，你把我想了。来。背抱拳。抱什么？抱拳。OK OK。抱歉。说了，抱歉，说了，抱歉。抱气。一，抱气啊，抱气啊，抱起。不去。不去。可以。什么东西？不去。什么？下一个。什么？这是什么？对呀、啊，不去啊，我不去。哦，不去啊。哦、我以为我错了。我听成无趣。我听成无趣了。不去。算你们一码，放你们一码，快继续。我还以为我说错了呢。三。二。不取。一。不离 BBQ。 来来来，小贺，来对着我们这个可爱的镜头来一个可爱三连拍。来，可爱三连拍。一，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好，下次要再可爱一点啊。来，你回来，从你开始，下一个。还来啊？不是，下一个词。
APF 三二一开始。皮肤可以，配方可以，票房哎呦可以，哎偏方啊。张哥小圆的表情，来来五四啪啪 P P 八，哎呦可以可以可以，全靠张哥。披风可以，匍匐，哎呦匍匐前进可以。平房，平房可以，很好。对不起了，要我想不起来，我想不起来，我想不起来。平方，好，平方可以。泡芙啊，可以。平凡，哎，非常好，平凡的世界的平凡。这个我说平凡，对，我说的是，你说平凡，你说平凡，都一样，都一样。哦，平凡，平凡啊啊，他说了，他是说平凡，前鼻音后鼻音。一个是平凡啊，哦、可以可以，新兵啊，肯定是平凡啊。难度给到破防，哦，可以破防了。漂浮，漂浮可以。疲乏，疲什么？疲乏，疲乏可以。困了，现在考我，考我记不记得他们说过的词？我真想不起来，我反应不。爬房，匹夫，匹夫，他说爬房。皮肤，牛排房的爬房是吧？对，好，皮肤有了，说了说过了，三，我第一个就说的，哦，判风，判罚，判风凤，判罚，判凤是判罚，我不玩了，判风判凤，我免费了，我提供了好多词自己不记得，张哥的判凤是吗？你是判凤。潘凤不错呀，来可爱三连拍第一张。潘凤不错呀，对啊，武有上将潘凤不错呀。哦，潘凤是个人，那继续继续继续，没反应出来，不好意思啊。贫乏，有了，我说了三，对，给你三秒钟反应，三，二，一，贫乏。山东话，好了，山东话是吧？来，小宋来吧，可爱一下，可爱三连拍，来第一张。第二张，你再可爱点吧。来，第三张。好的，好的，好的。来，你别走，从你开始。还有第三轮呢。接下来我要严格一点喽，大家就是不要给我模棱两可的答案啊。嗯，这个真好玩。David Tao， David Tao。啊什么 ？DT。David Tao 啊。三。陶喆老师。二一。动弹。动态。动态是吧？好。三。动弹，动弹，嗯，过来，别害怕，孩子，过来。丁哥，三，地铁、啊。哎呦，可以，可以，可以。马哥，冻土，冻土可以的，冻土，对，北方的冻土。想的什么词？地坛可以。大同啊，可以，非常好，大同。带头，好，可以。那个动图，动图也可以 ，Chief， 大头，大头，嗯，好吧，哎，又到丁哥了，大头，刚刚说完，真的吗？前一个说了吗？来，说的我刚说的，地二地坛地坛说了，说了，来，让我们丁哥开始可爱。好。好的，来，从你开始，我们再来一轮。还有，我看到了贺峻什么呀？贺峻赫，哈何侯何家欢，何家欢，哎，可以，何家欢可以。好家伙可以，好家伙更卡，坏家伙，哎呦，好好好，好家伙，走过来，小刘，哇，好坏都被说了，那想不起来了，我想不起来了，好几何，好机会，好机会，哎，你说，卡个秒啊，坏机会，来，我。霍建华，哦，霍建华老师，名字也行啊。我好，
好见好。换句话可以。坏机会。对啊。好。哈，机会。可以。如果这我都能算你过，那我也是不用混了。好狡猾，这肯定可以吧？你快点，好狡猾。啊，你好狡猾，可以。哇，又到马哥了，来。这个好家伙，来。好家伙。有了，早说过了。说的好家伙。三，二。好家伙。是什么东西？好和佳话一段好段，好的佳话呀。一段好的佳话。好和佳重复了，不能算。再给你三秒钟，三。好佳话。好嗨，好狡猾。说过了。有人说吗？没有，想不出来了。来，马哥来。霍江湖。第一张，那就不可爱了，是不是？来，第二张。第三张。哇，可爱！好的，这个反应力挑战到这里告一段落啊。接下来呢，你看我们做什么事情啊，特别玩游戏，我们要讲究这个劳逸结合，对不对？我们要有一个好的精神面貌去对待很多的事情啊，工作学习都很重要，然后健康也是很重要的。无论大家是热爱运动啊，还是喜欢游戏，我们平时呢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对不对，朋友们？对。所以呢，接下来我们要跟着啊这个视频一起来带领大家啊，来一段我们这个八段锦的动作，来放松一下我们的身体颈椎，好不好？我们也希望这个屏幕前的大家可以边看边学，一起来学啊，我们一起也是传承我们这个传统文化啊。希望大家，我们现在分两排，好不好？因为我们需要一定的空间啊，一个臂展的空间。好，来站好喽，来开始。健身气功八段锦，预备式，左脚开，我想都不用学了，与肩同宽，屈膝下蹲，哇哦，掌抱腹前，这个画面感还是蛮难见到的哦。时代少年团全体八段锦，心神宁静，一手单。这可能是50年后时代少年团平时很热衷做的一项运动啊。四射雕，哇，小刘好认真哦。开弓，并步，我在学尹浩翔。开弓。并步，搭腕，开弓。这个画面实在是太神奇了，朋友们。搭腕，开弓，摇头摆尾。摇头摆尾，哎，好，这个动作我平时会做。上坡，年纪大了之后心火特别旺，去心火。下按，右倾，左旋。哇，这个动作感觉好舒服啊！要感受自己的颈椎，朋友们。要感受自己的颈椎、脊椎。这你们平时练舞的时候会涉及到这样的动作吗，小何？会，但是不会那么慢，一般踏踏就是动作完了，对不对？现在我觉得应该是很少见的一个经历，大家一定要好好把握。左旋，摇头摆尾。我觉得穿着这样的服装来做八段锦，应该是不行，我今天要睡着了。第一人，我刚刚想说，大家穿的这个不一样颜色的衣服，特别像一朵花在扭，你知道吗？一朵花在扭，对，不是扭，是在固有。攒拳怒目，增气力，抱拳，攒拳怒目，抓握。回收，回收，攒拳怒目，
抓握，回收，团团怒目，抓握，好认真的时代少年团哦，回收，团团怒目，抓握，感觉他们平时是不是有偷偷练过，很熟练的感觉。回收，我觉得这对可能平时跳舞的人来说，收拾，就是难度不能算特别大，但是要慢这件事情，我觉得合于腹前，体态安详，周身放松，呼吸均匀，气沉丹田。哎呀，掌声鼓励一下。我现在感觉都要就是拱手作揖给你们打招呼。在梦乡里了已经。这怎么了？睡了吗？这是？已经在圆梦里了。好，那适当的活动让我们身体放松下来。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啊，解锁接下来的环节，好不好？请我们的初心男人回到我们的座位上。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新世界地图的体验啊，而且这一轮呢要用到的是我们王者荣耀的地图，哎。所以接下来请狂人老师给我们解说一下本轮的模式好不好，介绍一下。嗯，探索新世界即为 UGC 的地图体验，那我们将进行冲锋晋级王者峡谷的地图体验，七位初心代言人随机匹配三位线上新宝进行十人五 v 五的射击模式，那对局中通过击败玩家推掉水晶获得胜利，请大家戴上耳机，来三二一，我们一起圆梦吧。呜呼，哦，这是水晶对不对？对，可以，然后选武器。哇，小兵在哪里？我打中了，哥们。不是，这个怎么打呢？我对抗路。太有想象力了。哎哎，有人打我。他们怎么有枪啊？哎呦，已经被击毙了。不是，枪在哪儿啊？枪就在你们的复活点。没有枪啊？有，看一下。你别打我，是谁？啊，我知道了 ，OK 了。什么呀？我在入你们基地呢，你在干嘛呀，何建林？哦，先还得拿枪啊。终于有枪了。原来是这样的，好有趣啊！给我把狙！不是，你们怎么赢啊 ？FPS 的神来了！哦，可以打小兵的。要我怎么样？可以打啊！严浩翔，嘿嘿。谁在偷我？张真源。谁在偷我呀？慢弹中，要关注一下自己还有没有子弹哦。丁程鑫，张哥偷袭、啊！哎呀哎呀，谁呀、啊？哇，真的狂杀好吧？啊、是谁？黑复活吧。耀文被小炎定住了，有人打我，有人打我，怎么有人偷后面啊？怎么有人偷袭啊？怎么有人偷啊？耀翔，哦哟，马月琪这么强啊！做什么啊，耀文啊，耀文啊！哇，我被复活了。不是，这个散弹枪威力不够大呀！哎呀，谁能跟我玩呀？可以，谁能跟我玩啊？倒计时三分钟啊，大家注意一下时间。这样可有一战之力呀、啊！火力压制，火力压制。
是要偷，先躲在这后面呀、啊。哇，这个瞄的好准啊！宋亚轩喜欢偷，严浩翔，小丁不错，哎呦，位置找得很好、啊。哎，再 pick， 再 pick， 来看一下，小丁血线，哎呀，可以三角。好。哇，这个涛涛这么厉害啊！要退塔呀！要退塔呀！退塔！要退塔呀！刘耀文干嘛呀？刘文。哦，还有推塔的任务啊，所以不能只是贪恋人头哎。人体描边，人体描边，他真的是描着边过去的。好厉害，这是谁啊？啊，是小马哎。谁打我？马嘉祺。完了。哦，这推塔了，是谁？谁这么会玩？兄弟们推塔！哎，我们领先一塔了。哎哎哎，各位推塔呀，推塔！塔在哪儿啊？哎呀，红了！快快快！我红了！快点，时间要没了，哥哥们！一分钟，朋友们记得要推塔，推塔，朋友们！打那么久不知道塔在哪，会不会玩啊？兄弟们，换机枪！打那么久不知道塔在哪儿。哦，一比一了。偷我！哎，谁在后面打我？哇！这个腌黄瓜。林哥，真的没打死我吗？哎呀，刘耀文偷我！偷偷偷偷是谁？不是，你先给我坐下，真的。点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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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塔！最后二十五秒了，我来守家，我来守家，小心小偷，有小偷，有小偷，直接上！小心小偷，小心小偷，张真源！哦呦！哎呀妈呀！来打我了！好，时间到了，平局，平局，马哥十一个人头，我一来不知道枪在哪儿啊，我们一来整一队没捡枪，我一来跑你们家里来了，哎，没捡枪的是谁？我们没捡枪，我也没捡，我也没捡，我们这一队都没拿枪，啊、我走过去说，哎，对面怎么有枪呢、啊？然后谁推的第一座塔？他们。所以在这个王者的地图里面，就是玩枪击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第一次在王者里面打得这么准，以前玩百里的时候没那么准过。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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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很值得体验的一个模式，很值得体验一个模式，太好玩了，真的。感觉玩法还是挺新颖的。是的。如果再加些可以躲草啊、隐身的，会有一些技能的话。对，如果能加技能的话，真的。如果可以把英雄加进来，我直接用玄策二技能把你们勾到我们塔，然后我直接兰陵王隐身到背后，什么都不说了。我钟馗五杀过的，当我选出钟馗，我直接来个后羿。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我们这个圆梦之星的这个游戏里面，真的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所以，那既然大家玩得很开心啊，表现很好，平局我们就所有人一起加一颗星，好不好？来，所有人都获得一颗圆梦之星，恭喜！好，那我们再次在白板上写下你们觉得这一轮啊队伍的欢乐星。小宋，小宋投了小马、啊，为什么选小马呀？因为马哥第一个发现了枪，很欢乐。哇、哦，发现了枪很欢乐。是哈、哦。然后马哥杀的最多，杀的开心是吧？这个游戏是为马哥量身定的。确实挺很适合我的。哇，小丁得了两票哎，为什么选小丁啊？因为作为小丁的队友，我们要捡枪是他先告诉我的，所以说我必须要投给他。啊，我选丁哥的原因是因为作为他的对手，发现他没有拿枪，我很开心。很开心，确实很开心。为什么小妍妍选小宋？没有，我就刚刚在对战的过程中，我听见他一直在无能狂怒，我觉得很好笑。哇，无能狂怒，那是战术，战术。真源为什么选小宋？就凭他杀了五个人啊，四个，还多说了一个，又给他算了一个，感觉四个里有俩都是我，当之无愧。小宋给自己再贴上一颗星吧。
好，目前哇有好几个是四颗喽。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哦，在我们圆梦之星里面，你的昵称在整个 QQ 区和微信区都是独一无二的。那现在有一个机会让你们来更改一下自己的昵称，你们会改成什么样子的呢？如果准备好的话可以写在我们的白板上。写好了亮出来看一下，先看看小严是什么。我是好像都还行。为什么会起这样的一个名字？首先好像跟我的浩翔其实是有点谐音的在的，就在上游戏的时候，比如说别人问我你要打什么模式啊，好像都还行哈。别人问我你擅长什么模式啊，我都还行啊。哎呦，主打一个都行。对对对，很随缘的感觉。好，小刘。我的名字叫我真的帅而自知。很多人可能觉得我就是觉得不知道自己很帅，但是我这次我非常深刻的知道了我自己很帅，所以我现在帅而自知。刘耀文知道自己很帅 ，OK， 好，小丁是什么？哎呦，这个杀手很怕冷，也致敬一部经典是吗？也算吧。小马可以，我是拉拉队，谢谢。我是拉拉队，谢谢。对对对，这个名字怎么说？这名字就是希望在家玩游戏的时候可以跟大家加油。哇、wow、哦、okay ，小宋，求求让我赢一把。为什么？让我赢一把。你玩的不错啊。是吗？就是等你这句话。小张，我叫想输一把。哦哟，他已经梦想成真了。因为老感觉输太难了，就是你看今天晚上，我还老想输，就是感觉很难输，你知道吗？就很痛苦，所以。好，到了那个小贺，我叫啊富贵爆改富贵哥。为什么？没有，富贵是我的猫的名字，然后富贵哥是我的别称，因为他这两天天天在我床上把我挤到了一边，霸占了我的枕头，所以说我就说他爆改了我嘛，我连枕头都没法睡了。好，萌宠附体啊，更有力量感一些。好的，那刚刚呢我们改了这个独一无二的一个 ID 啊，那接下来我们也是刚刚体验完这个 UGC 的王者地图。那如果让大家充分的去发挥你们的想象力，集合我们团队之力啊，来给我们圆梦之星来设计一个独一无二的地图，你们会怎么设计呢？那我们先不要透露自己的创作理念，我们每个人有一分钟的时间，请大家在我们面前的这个白卡纸用我们的画笔画出自己想象中的地图，好不好？一分钟的时间哦，我们计时现在开始。然后一会儿呢我们会在台上一起来分享故事，好不好？来，一起来画一下。哇，这个很快。好，抓紧时间哦。啊，哟，丁哥很会画画哎。好，画的差不多了，接下来请我们七位成员拿着自己独一无二的地图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有请。然后注意啊，我们的站位呢是按我们讲故事的顺序啊来站，因为我们一会儿呢除了要揭晓自己的画之外，还要说一说创作理念以及它包含着的故事，大家先商量一下。对，给他们一点点时间啊，来商量一下，看看会连成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好，我们打算采用剪刀石刀布的方式来选，是吗？石刀剪刀布，石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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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刀布。哎，好，石头石头，三个石头，石头剪刀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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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第二个呗。我真不想第一个，那你给你吧。我想第一个。好，随便吧，谁想讲？那你第一个吧，我第二个。我第一个吧。来，翔哥第一个讲，来，浩翔第一个讲。好，大家可以看到。好，给大家看一看。这是一个 TNT 的舞台。哦。这是直接看过去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平面图，然后这边是大概画了一下小小的一些细节。嗯。大概的意思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有很多
中国风的元素在，就这是一个瀑布，哦、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山洞在瀑布里面，其实就有点那个水帘洞的那个意思。然后这上面的话就是一些各种仙侠小说里面的影视宗门的意思，这边有一点那种感觉，可以有些道具架在里面。对对对，然后这边云上面的建筑物其实就想就是有天庭的那种意思，就是有很古风、很西游记的感觉。对，然后下面就是一些丛林的感觉。故事就是我有一个舞台，然后非常非常的中国风，令人向往，有借鉴西游记的元素在里面。对，哦，有个很神奇的舞台，由于同时结合了游戏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对，很好。对，由于第二部西游记嘛，所以有云对吧？对，有筋斗云，所以就很那个啊。然后这个是星宝咯，这个是星宝的那个，然后这个是太阳，然后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创就了星系，然后就看到了自由的小鸟，非常的向往这片星系，非常向往圆梦之心。好，到张哥了。好，第三张，我这很简单啊，我多了几个，有几个主人公突然冒入了这个圆梦之心的世界里，然后呢，分别是。我们养的三只猫和我们养的四只狗，然后正好就凑齐了七个，不是每个人都对应下来啊。然后这七个呢，就是天天在那个世界里进行吵架，然后让这个世界的虚空都震碎了。那个猫就喵，然后天都要颤一颤，这个狗就汪，你看它们嘴巴不一样长，证明它们攻击力也不一样。攻击力也不一样。然后这个喵呢，它长得其实都差不多吧，但是。他的脸不一样大，对，所以他这是喵的声波不一样，然后声波不一样呢，他们两边攻击力就有的一比，然后后面比着呢，就进行了下一个。所以他们可以是那种道具，对吧？和武器，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好好，那我这个呢，就是那三猫跟四狗呢，它就变成了人。三猫四狗就是通过一些不要，反正。是仙丹，在太上老君那里拿到了仙丹之后变成了人。变成人之后呢，他们突然，混沌，就是，传送到了一个炸弹上面。OK， 那我这是炸弹，我在这上面设计了非常多的陷阱，比如这是个螺旋丸，然后螺旋丸呢，然后中间它是一个，相当于也是个关卡吧。这天呢，三猫四狗他们要争夺一些，比如什么东西吧，就得冲破这个关卡，然后打起来。对，就是我们圆梦路上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吧？是，对，总会遇到对一些问题。对，好，到小宋了。这个是话筒。哦，哎，圆梦路上，我们经历完困难之后，现在然后就要一路高歌了啊，然后高歌猛进。然后也意味着我们将出更多的新作品，对不对？好，哦哟，很厉害。哦、OK， 很好，非常棒。怎么峰回路转啊？咱就是说，到你了。这又是什么？这很意识流。这个非常的意识流，但是如果大家仔细看的话，可以看出来这是用 TNT。哦，哎，真的，各个角度都是 TNT 啊。写出来的一个迷宫。啊，虽然像小宋说的。好幽默啊、我们要高歌猛进，但是毕竟前途虽然是光明的，但是通关的道路它一直都是曲折的，所以说我们在不断从这个点开始经历了重重困难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找到那个我们心目中的爆米花。哇，可以呀、啊！你看峰回路转，对啊，有挫折，有梦想，有舞台啊，有困难，然后来到我们这个，你看经历了迷宫之后，我们会到达哪里呢？当当当，就找到了天梯，就找到了天梯彼此，然后呢，我们就欢乐的在这个天梯的 logo 上进行竞速比赛，的冲刺，对不对？对，竞速比赛，我这画的是一个入口，这是入口，对吧？这从这儿进，然后我这黑色的是它的那个道具的那个点。哦，可以拿道具，随机刷取道具、然后我们就刷道具，然后传送点吗？哎，就顺着这条路线，然后一直就到了这个结尾。掌声，我觉得此处可以有掌声，掌声掌声。哎，我觉得刚刚这个咱们这个圆梦之心的策划啊，咱们都在现场啊，可以真的把我们这个天马行空的画
地图还有我们这个故事啊给记录一下啊，可能未来会开一个，真的会制作一个我们限定的地图，然后把刚刚这种元素啊，无论是我们这种就是小道具也好啊，困难也好，陷阱也好，还有它的这个场景化来实现一下，我觉得绝对会非常的有意义，也值得大家去收录一下，好不好？酷啊！对，也欢迎更多我们的游戏玩家能够来到我们这个圆梦之星，发挥你们的想象力和智慧，开启属于你的造星行动，对不对？也请我们的狂人老师，狂人老师也一起来到我们的台中。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嘛啊！今天我们在圆梦之星一共解锁了有7种不同的地图模式，也体验了我们圆梦之星派对游戏的欢乐社交啊，感受到了我们与初心代言人时代少年团的成员们一起聚在一起用不同模式解锁的合家欢乐的氛围。嗯，其实我觉得圆梦之星它更像是一个线上聚会的选择，我觉得它你不能去定义它是个怎样的游戏，你可以在里面去选择你想要玩什么，就是就你可以随便选，你可以随便选里面自己感兴趣的。对对对对，如果让大家来推荐的话，你们会推荐哪种模式？那必须是那个武器大师那个。哇，加一加一，我也是。新世界地图体验也不错。我想推荐一个今天咱们没玩到的躲猫猫啊，那个也好玩，那个非常好玩。我在其实今天开始之前，我非常安利那个。张哥想推荐给大家推荐经典模式吧，经典模式。对，经典模式非常的好玩，大家可以多去玩一玩。然后给大家推荐经典模式默契版吧。哇，这个感觉，哇哇哇！苏大生以后再也不敢跟我打游戏。那我就推荐那个极速竞赛吧。哇，对，那个确实一路上其实有很多机关你要去躲避。对，那个其实还挺刺激的，很靠反应力的感觉。对，你得去预判他要怎么来，也有点运气成分在。是，总之我觉得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一些心得和不一样的地方啊，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解锁，跟不同的朋友们啊，在不同的场合一起玩起来。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目前这个圆梦之星的收集情况啊。圆梦之星，马嘉祺、宋亚轩和刘耀文、贺峻霖，你们都是4颗星。恭喜，张真源是3颗星，耶、yeah ！然后丁程鑫和严浩翔是2颗星，哦。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解锁我们的终极任务啊，就是大家可以按照圆梦之星的这个由高到低的获得颗数，来优先选择我们接下来最后的这个终极任务啊，这个演绎公主请开心，我们刚刚前3位就可以优先挑选，好不好？那我们石头剪刀布吧。石头剪刀布，你不来、啊？你不，那你第四个喽。石头剪刀布，赢的选。不，不算。谁赢？你赢了。那你先选，其他几位你们也继续。石头剪刀布。还没分出。不 ，Yes sir。必须选吗？你选一种方式，对。可以不选不？不可以。我要舞蹈，我要舞蹈。舞蹈演绎 ，OK。搞怪舞蹈，哎，搞怪。你确定了没有？搞怪哈，好，搞怪被选了。我选方言。方言 OK， 方言被选了。我选霸总语气。霸总语气。播音腔演绎。好，然后到张真源选一个。肯定是音乐剧演绎啊。音乐剧啊。对呀、啊。对啊。大家看到不要音乐剧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待会演绎的。深情可爱，搞怪撒娇，丁哥24。舞蹈演绎。舞蹈演绎 OK。我深情演绎吧。好的。那就一位一位来吧，按照站位的顺序好了。现在目前呢，来吧。你选择的是小贺。霸总语气。霸总语气，镜头交给你那边。哎呀，要霸一点哦，要够霸哦。你肯定会的。最近天气这么冷啊，公主，请开心。霸总这样真没。霸总这样真没。霸总哎，请开心。这个叫什么？气泡音啊？怎么？不，我是霸总，我不会说这个请字。公主开心，公主开心，哎哇，把心给我打开！我真的不行， okay, okay, 我真受不了这个关了。我这个行，简单啊！你再说一次，你刚刚选的是？我选的方言演绎。方言。公主请开心。OK， 方言重庆话。好，下一位。亚轩吗？亚轩搞怪。夏轩选的什么？搞怪演绎。公主请开心。听得出来最近嗓子用的挺多的，又见识到了一次宋亚轩的这个变身。好，我是播音腔演绎。好，播音腔来。
其实我不太确定，播音腔演绎。你要问，不要问我。是一个大概是个什么？来吧，请教，请教。公主请开心。哎呀，可以啊，快指点一下。感觉在你说的非常好，是吗？好，下面是张哥。完了，我要被我的专业踢出去了。对，音乐剧版本，往前站，不要害羞。声调啊，来吧，张哥。声调要跳，你没看懂吗？给他一个全身，快，他往后退。不是，是跳了段踢踏舞吗？你要有一点那个信念感，来吧，来吧，快点。对，公主，不行，我感觉这个地方。还是属于你的，公主，请开心吧。别人心是那个心，可以可以，很有信念感。好尴尬呀。然后丁哥，你选的是？尴尬坏了。舞蹈演绎。好。不用音乐，不用音乐，要音乐就太尴尬。有种莫名其妙决战紫禁之巅的感觉。你们不要再打了，这样打不出人命的。就这个，就这个，就这个，我。公主。请开心。这个公主好累啊。好好好好好的，小严，我是吗？我深情版是吧？深情版。那要肯定要偶像剧一点。哦，对对 对, 对吧，偶像剧啊，肯定的吧。公主，我看哪个机位，等一下。OK， 不是，出戏了，出戏了，突然入戏了，本来已经入戏了的。我们好了，三二一，公主请开心。哇，你这结局太快了，这叫快进快出。好了好了，完成了我们终极的任务，恭喜大家。好的，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代言人啊，非常棒的一个终极任务的演绎。那也不得不说，我们圆梦之星的小公主非常善良，连我们这个终极任务都是在为我们的所有的爆米花谋取福利，是不是？那再次感谢我们七位初心代言人，和我们一起度过了今晚圆梦之星的欢乐派对时间，让我们看到几位啊，你们的机智热诚，是的，热血，还有拼搏精神，还有我们团队的默契，是不是？希望以后呢，也可以多多在我们的圆梦之星看到各位。如果说各位星宝呢想偶遇我们的时代少年团，那就来我们的圆梦之星，开启你的遇见新朋友之旅吧。那这样，各位再用一句带星的话，再次向我们全部的星宝来推荐一下圆梦之星，好不好？今天呢，跟大家一起度过了非常欢乐的一晚上。然后呢，也希望这份快乐可以通过圆梦之星带给来玩的更多的人、okay. 然后让快乐可以挥洒到每一位来到圆梦之星的朋友。好的，谢谢，谢谢马佳琪。小丁 3, 2, 1，什么是快乐星球？对，希望圆梦小公主可以带大家一起研究今天晚上团建过得非常的愉快欢乐。谢谢，马哥都背过去了啊，刚刚小宋就是初心让我想到了刚刚结束的演唱会嘛。哦，真的。对，然后我们也期待会在圆梦初心中相遇，然后把我们的快乐带给大家。好的，谢谢小宋，说得好。嗯，耀文。然后初心也是初心嘛，舞台上呢我们会不忘初心一起努力，然后在圆梦之星中呢跟大家一起肩并肩的一起奔跑，然后我们不比输赢啊，我们只在乎谁更快乐。哎，谢谢。是的，我听说那个圆梦之星之后要出一个共创功能啊，就非常期待这个功能，因为很想把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加到圆梦之星里面，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圆梦之星会越来越丰富和精彩。是的，创造更多属于自己的记忆啊。初心也代表刚开始嘛，然后也希望更多的星宝们可以支持，然后鼓励圆梦之星，让我们一起见证圆梦之星的升起，也一起伴随它一起闪耀。谢谢小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圆梦之星找到快乐，在圆梦之星找到友谊，在圆梦之星找到幸福，那么也希望大家最后也能找到那个属于自己的圆梦之星。掌声。感受到了大家的快乐啊，还有在我们游戏里面收获到的满满的温暖还有正能量。那么正版合家欢派对游戏圆梦之星的初心代言人首秀仪式已经接近尾声了，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为今天的首秀收个尾吧。来，小马集合，让我们一起圆梦吧。
欢迎来到圆梦之星，你的专属开心乐园。镜头里的这两位到底谁先冲过了终点线呢？让我们跟着导播一起 go back 一下。哎，今天乐园可真是太热闹了呀！从选手们的着装可以看出来，天气还是比较舒适的。这样的天气，选手们是干劲十足啊！比赛开始，哎，怎么还有个光膀呢？哎，注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啊！第一项比赛是竞速，小红狐选手走位不错，有点打野的意思。同伴也很给力呀、啊，哎呦，这奋力一抛，精准落地，没有水花 ，nice。现在我们把镜头给到大乱斗的赛场，哎呦，好痛！哎呀，又来！看来二哈选手有点招架不住，这狡猾的走位救了自己，画面有点不忍直视啊。好，比赛继续，地图遥遥领先。哎，小红狐被压住了。哎呀，幸运之神又眷顾了我们的二哈选手。最后决赛还剩下十二名选手，通常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要出意外了。哎，这人居然从空中偷袭，直接跟二哈干出了赛道。这个脸着地着实不轻松，二哈还能继续比赛吗？他来了，他来了，他竟然带着道具火箭背包回来了，飞行姿态非常的自豪。冲啊，终点就在面前。好，镜头给到关键时刻，这是深情的最后一抛了，到底谁能冲过终点线 ？Oh my god， 是他，果然是那个被锦鲤附身的他。让我们为本次比赛的冠军献出最热烈的尖叫声！不愧是我。好，这就是圆梦之星，期待更多星宝的加入。哎哎，别走开，这是什么情况？嘿嘿，更多玩法敬请期待吧。